恭喜安心呀，贺喜安心呀，首次入围金钟奖，即将要角逐第53届迷你剧集的女主角奖项。四号出席活动，当然要好好恭贺一番啦。首先就派出今日活动的男搭档刘以豪。谢谢，超棒，谢谢，就很非常感动，然后很谢谢评审，喜欢我这次的作品，然后有看到我的努力，所以就很开心。颁奖当天有信心拿奖啊，那好可怕，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觉得我能去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但可别开心呀，如此谦虚，对典礼当天的服装可就没那么客气啦。超级不客气，没有，一定会在造型方面不客气了。对，还有自信跟态度，也有试就有试一两件，但还在努力找。找到最不客气的那种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符合那个最不客气了的精神。那我们就好好期待红毯当天安心亚的不客气的服装喽。